啊！老吴睁开眼睛，发现自处在一个面积不足9平米的空间，两侧都有窗户，前方还有正下坡般斜着的玻璃。空间当中一张陈旧的木桌，外加一张只有木架的床，就这两样东西已经占据了大半空间，让人根本无法随意活动。我不是在开会吗？怎么回事？难道我又穿越了？上一次穿越，他获得了金手指技能，靠着这个技能赚的钱是富可敌国。老吴耳边传出了一阵声响，老吴一愣，往前方走去，来到前方玻璃的位置，可以清晰看到他此时正在一个轨道上行驶，轨道在一片荒芜的大地上看不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吴一脸不可置信，他在这个狭窄的空间当中四处找寻，没有通往其他车厢的门，更可以说是这是一个密封的空间，窗户也是完全镶嵌。就在这时，原本平淡无奇的木桌上出现了一本书，老吴好奇的拿起来。生存法则一，玩家将会在一条无边无尽的轨道当中行驶，请不要试图破坏列车逃出升天。二，轨道并非只有单一的一条，玩家列车中有一个操纵台，但只能控制左右选择轨道。三，轨道上可能会有停留车厢，你可能会得到丰富的生存资源，也可能遇到危险，玩家可以选择是否停靠在车厢。列车外的世界有你们想象不到的危险，请玩家们在列车内努力变强，任务的最终目标活下去。老吴重新坐在简陋的床上，深吸了一口气，将自己的心情冷静下来。没想到自己刚靠着金手指立足于那个世界，就出了这档子事。这时木桌上出现了不少的食物和水，估计足以支撑玩家生存7天的量。列车的墙上有一个显示屏，打开的开关画面投影出来，有两大板块界面，聊天、交易。老吴点进聊天的频道，聊天分为世界聊天和区域聊天，世界聊天目前显示的是未开放状态，点进区域聊天，区域聊天为方圆200公里范围内的玩家可以进行聊天交谈。这里是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吗？操，我怀里还搂着的妞呢，什么鬼地方，把老子放出去，要是让我知道是谁的恶作剧，你们会死得很难堪。区域聊天内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所有人都在原来的世界突然就被传送到这里来了。你们确定这是恶作剧吗？你们看看窗外的景象，像是我们的世界吗？这句话让的聊天区域瞬间安静，外面是飞舞的漫天黄沙，生机静谧，根本看不到任何生物的存在，所有人开始变得惶恐不安。老吴看到聊天区域变得安静，也没发现其他可利用的线索，关闭聊天，来到交易板块，随后他发现交易栏显示的是灰色，点不进去，可能暂时还没有开通。再看向整个列车内部其他的地方，已经没有多出新的东西。这时系统声音响起，1分钟后请玩家选择前进的轨道，请慎重的选择，每一条轨道可能都会导致你的发展前往不同的轨迹，请注意每一次轨道选择可能都会含有福利彩蛋。听到这个声音，老吴来到列车前端的操纵台，这里只有一把小椅子，刚好够一个人能坐在里面。操纵台上除了一个操纵杆外再没有其他按钮。老吴看到前方出现了三条轨道，系统的声音再次传来，请玩家选择轨道，如果不选择系统将会随机选择。老吴看着面前的三条轨道，突然想到什么，嘴里默念查看回报。一瞬间他的视野处出现了只有自己能看到的文字。老吴望向左边的道路，回报率 10%， 风险稍有风险，建议超低回报，还伴有危险的存在，可能蕴含有极大的危机，如果选择这蝇头小利去面对风险，作为商人绝不可行。中间的轨道回报率 100%， 风险低风险，建议还算可以的回报，中规中矩，如果实在没有更好的投资方案，可以选择右边的轨道，回报率 5000%， 风险低，建议低风险超高回报，强烈建议。作为商人 300% 的利益就足以让你舍弃道德，5000%就算是出卖灵魂也必须选择。这是对三条轨道的回报值评估，他的嘴角勾勒出弧度。没想到我的金手指穿越到这个世界也能使用。金手指这个能力能让他看到所有东西的回报值和风险，从此人生如开挂。距离最后的选择时间只剩10秒，请玩家快速做出选择。老吴眼中金光大战，手握操纵杆往右边掰动，右边 5000% 回报，玩家选择了右方轨道，列车向着右边的轨道拐了过去。老吴坐在列车的驾驶位置，他很期待即将面临的5000%的回报值到底是什么。他还记得在上个世界遇到最大的回报值也不过1500%，但也能让他的人生瞬间从低谷跻身进入顶尖级别的富豪。难以想象这5000%的回报值会带给他怎样的一种飞跃。老吴在慢慢等待着，不过这一坐就是一个小时，除了千篇一律的轨道，外加黄沙漫天飞舞，什么新奇的地方都没有遇到，更别说遇到系统提示所说的什么车厢了。可能还没有这么快吧，先看看其他玩家有没有什么情况。老吴点开了区域聊天的频道，
我的列车头前面出现了一节停滞在轨道上的车厢，我该不该进去？进去看看，说不定有什么好东西。好的，兄弟们，那我先进去看看。好，坐等，兄弟一定要回来和我们说说里面有什么。同上，在线等着答案。获得了一把武器，还有一些水果，一些清水。我槽，这么好，这简直就是贪宝啊。这算什么，我开了一个小宝箱，当时还有只小野兽，我一脚就把它踹死了。这宝箱里的东西可真是不错。兄弟，木了啊，你们这么快就有了物资，我还什么都没有遇到。老吴关闭了聊天面板，他开始期待自己5000%的回报值会是什么。这时一个提示音响起，前方出现车厢，是否选择靠近？老吴兴奋地跑到了操纵台的位置，看到前方有一节慢慢靠近的车厢。终于来了吗？靠近。老吴没有丝毫犹豫，选择了靠近。系统随后再次提示，即将对接，请玩家做好准备。老吴现在赤手空拳，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大概过了10分钟，列车头和前方的车厢拼接在一起。老吴略带疑惑，这里没有门，要怎么前往前方的车厢？就在这时，列车头上出现了一个漆黑的黑洞，与前方的车厢相连接，玩家可以通过黑色入口进入车厢。老吴深深吸了一口气走进去，再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已然处于另一处陌生的地方，黑洞还在自己的身后没有消失。往四周扫视，这里是一处荒地，入目都是嶙峋的山石，四周植被稀少，只有矮小的灌木和一些杂草，抬头竟然是天空，而不是车厢的车厢顶盖。这外表看上去是车厢，原来里面也有洞天，原来每个车厢里面都是一股世界。老吴看看这环境，显得非常的荒芜，可以说完全是鸟不拉屎之地。5000%的回报值居然会在这种地方。老吴虽然有点惊讶，但他丝毫不怀疑自己金手指的准确性。他终于从荒凉的大地上发现了一颗绿植，这是一株小树苗，要是不仔细看，还真有可能隐匿在杂草丛中。树苗叶子就像是翠绿的宝石，脉络清晰可见，周身漂浮着星辰薄雾，朦朦胧胧，充满一种神秘之感。老吴有些懵了，这树是个啥？当手触摸到这小树的时候，脑海中出现一个信息，名称星辰之树唯一，状态幼苗，生长成熟还需365天，等级不祥，效果不祥。简介，一个充满未知的东西，吸收星辰之力才能成长，如果有珍贵的土壤和圣水，能够缩短其成长周期，等级和效果都是不祥，根本不知道这有什么作用，而且显示是唯一。查探回报，回报率 4900% 至无穷大，风险无，建议低风险，最低 4900% 超高回报，就算是出卖灵魂也必须选择。备注，其的存在可能和游戏的最终环节有关。老吴望着这棵小树，叮咛着眼前的那行备注，其的存在可能和游戏的最终环节有关。不会吧，这特么开局就得到了通关奖励，而且回报率居然是 4900% 至无穷。老吴惊了，这种存在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也就是意味着这棵小树的收益最低就是 4900%， 而最高是多少，简直不可想象，是无穷般的存在。老吴小心翼翼地将整棵小树连根挖起，金手指指向这个车厢的回报是 5000%， 这星辰小树的最低回报是 4900%， 另外 100% 哪去了？老吴再次开始细细地寻找，果真在一处石头夹缝里让他发现了一个宝箱，这是黑铁宝箱，回报率 100%， 风险低，建议 100% 的回报算是你付出努力的馈赠，不要贪心，太过贪心你连可怜的 1% 都得不到，作为商人更能懂得适可而止。老吴脸上露出一丝喜，好歹也是个黑铁箱子，之前区域聊天那几个开宝箱的玩家似乎还只是普通的木箱子。老吴没有着急打开箱子，金手指提示这里还是处于低风险的状态，说明这里还是有危险的。他从地上捡了一块石头丢下宝箱的位置，没想到这宝箱的旁边窜出一条蛇，老吴再次抛出一块石头将它砸得皮开肉绽。再看宝箱的位置时，风险一栏显示无风险，老吴过去将其打开，得到的是一些食物和水，里面还有一把开山刀，普通级的。接着老吴又在箱子里装了些泥土，穿过黑洞回到了自己所在的列车。他转过头发现那节车厢被一道无形的距离推出了轨道，最后跌落下深不见底的悬崖，就不见了踪影。这时列车自动点火，缓缓地向前继续前进。老吴将整个黑铁箱子抱到了窗户的旁边，他把其中的食物和水还有那柄开山刀全部取了出来，黑铁箱子底部还有刚才放进去的泥土，专门用来栽植星辰之树，这棵树需要星辰的照耀，老吴将其暴露在窗户下，以便其吸收星辰气息。还算不错，食物多了2天的储备量，除了这些还多了一条蛇肉，这大概2斤肉的样子。劣质的毒蛇肉可以填饱肚子，只可存放3天时间。
副作用，食用者可能会轻微中毒，导致拉肚子。卧槽，还是不吃了，我可不想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老吴打开区域聊天的频道，里面聊天的人也是比之前多了一点。刚进行了一次探索，我有多余的食物，食物换一些水，需要的可以去交易市场。交易市场？为什么我的交易栏目点不开啊？我的也是，我还什么东西都没得到呢。只有进行了初次探索的才会开放交易市场。可我刚刚从探索当中出来，也没有开放交易市场啊。我也刚刚探索完毕，是不是可以进交易市场啊？这个念头刚升起，没想到脑海中出现系统的提示声。恭喜玩家进行初次探索，交易市场开放，升级台开放。老吴点进了交易的页面，交易市场也分为区域和世界两个频道，目前世界频道还是没有开放，但在区域频道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在贩卖各种东西了。看起来不少人已经进行过一次的车厢探索，获得了不少物资。大部分人卖的物品都是水和食物，只有几个别人在出售武器，而且武器的耐久度基本都是处于即将损坏的状态，换过来也没什么用。现在只是第一天，食物和水相对来说大家都不会缺少。老吴可不会去做一些亏本的买卖。随后他点进了刚刚开通的升级台，一道信息出现在了屏幕上。升级台，列车当前等级零级，评价简易，能够为玩家遮风避雨，耐久度 100%。 升级所需铁锭乘20块，木材乘30，铁钉乘100。老吴仔细阅读升级台上面的介绍，当看到耐久度的时候，让他的内心顿时产生了危机感。耐久？为什么列车也会有耐久？老吴一直以为列车是无敌的，玩家生存的危机只在于资源的缺乏。现在看来，列车也处于危险的环境当中，接下来得选择优先升级列车才是，毕竟这是唯一一个安全庇护所。老吴看到屏幕的右上角有一个信封图标，点开显示出一条信息：恭喜玩家解锁交易市场以及升级台，赠送背包以及采集树。背包、采集树。老吴点了一下提取，下一秒桌子上出现了一个背包和一个卷轴。老吴触碰了一下背包，一份资料显现出来：玩家背包等级一级，大小10格子，耐久崭新出厂 100%。 说明玩家们出去探险用来储纳东西的背包，每一个格子可放入物品10单位的东西。温馨提示，注意随着耐久的降低，背包的格子会减少，小心你背包的东西丢失。这才对吗？刚刚还辛苦地抱了一个黑铁箱子回来。老吴将背包试了一下，发现往里面装东西的时候，背包的重量会随之增加，和物品的重量一致。这特么的，你装再多东西背不动也没用啊。接着老吴拿起了卷轴。采集树，玩家可以获得采集的能力，对物体进行采集。简介，采集树能使你更有效地获得更好的资源，是否学习？学习。恭喜你学会采集树。一瞬间老吴只感觉脑中多了一些奇妙的知识，是对采集的一些理解。处理完这些事情后，外面的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总算在这里成功度过了一天。他躺在床上养精蓄锐，没一会儿就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他不敢真的睡着，毕竟列车也不是绝对的安全。夜色越来越深，只听得到列车奔驰在轨道上的轰隆声，仿佛迷失的航船在茫茫无际的海洋中四处探索。突然一阵诡异刺耳的声音将半睡状态的老吴突惊醒过来。老吴猛然间睁开眼睛，脸色凝重，他一个赶忙从床上翻身而下，拿起旁边的开山刀。声音的源头是在窗户的位置，眼睛看向窗户外面，此刻的列车已然驶入了一处平原，不再是陡峭的悬崖路段。突然无数猩红的眸子看向了老吴，眼内的嗜杀完全展露而出。这些影子和列车保持着相对静止的状态，血红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列车里的老吴，看得人不寒而栗。这特么的，我特么的。老吴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好在没过多久，这些怪物渐渐地跟不上列车的速度，慢慢地被列车甩在后面，直到消失大约半分钟的时间，老吴才开始大口地喘着粗气。这些到底是什么？老吴打开区域聊天频道，上面出乎预料的活跃，大都是比较惊悚的感觉。你们遇到了吗？好恐怖，好多的眼睛盯着我，吓得我不敢动。我也遇到了，我是被这些鬼东西惊醒的，太恐怖了，这和半夜鬼敲门完全没差别。很多的怪物就在列车的外面，太可怕了。有谁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吗？看不清，太黑了，只能看到好多的猩红血眼，密密麻麻的影子。好可怕，谁能救救我？我不想呆在这里。我怕黑，我一个人不敢待在这里了，谁来拯救我离开这里？出去后什么条件我都答应。果然跟我猜的一样，一些玩家也和我一样遭遇到那些怪物。老吴看了下列车的状态，列车当前等级零级，评价简易，能够为玩家遮风避雨，耐久度 100%。 看来列车并没有遭到那些怪物攻击，这才是第一晚就已经遭遇了怪物，若是再往后面走可能会遇到更加疯狂的怪物，看来得尽快把列车升级一下，不能拖久了。接下来的时间到第二天早上，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天还蒙蒙亮，系统播报了一条通知，恭喜玩家成功生存一天，接下来又是一天愉快的旅程。老吴吃了一些食物充饥，喝了一些水，又把开山刀还有一些食物和水放进了背包，总共占了两个格子。他坐在了驾驶位，看着前方的情况。这一次列车又来到了一处悬崖，前方出现车厢，是否选择进入车厢？老吴观察着前方的车厢，他发现这节车厢不是停靠在轨道上，而是停靠在轨道的旁边，周边都附有青苔，看似已经遗落在这里很久了。查看回报，回报率 120%， 风险稍有风险，建议风险不是太高，最好是戴好一个口罩进入其中。对于风险程度上分为极低、低、稍有风险、中度风险、微高风险、高度风险、极高风险。 120% 的回报只是稍有风险吗？这个风险和回报相比感觉应该还行，建议戴好口罩。老吴注意到戴口罩的建议，有点不解，不过还是用开山刀切割了自己衣服的一角，做成了一个简易的口罩。准备好一切后，老吴喊了一声进入车厢，随后连接两车之间的黑洞再次出现，老吴朝前踏了进去。老吴穿过黑洞来到平原，上面开满了颜色鲜艳美丽的花朵，看到树木，老吴有点欣喜，木材可是升级列车材料之一，太爽了。老吴走到一棵树的旁边，用手里的开山刀劈砍树木，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马德，砍了半天这棵树还没倒，果然开山刀只是普通级的武器吗？不知道过了多久，老吴终于砍倒了一棵树，他根据脑海中采集树的使用方法，对着树使用了采集，面前的大树消失，变成了一个个原木墩，一共十个。老吴又将手触摸在这些树上，嘴中默念收纳，顿时这十个木墩进入到了背包当中，占据了其中一个格子，果然背包变重了一些，不过相比这些木墩原来的重量，这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物品多起来后还是有点吃不消啊，不过还是要多砍点才行。老吴继续走向第二棵树的位置砍树伐木，但是这一次他砍到一半只感觉脑袋发晕，怎么回事？感觉身体被掏空了，脑子也迷迷糊糊的。老吴强忍着这种昏睡的感觉，看向四周，周遭随着清风吹拂飘起了如同灰尘般的包子，这些都是那些鲜花的包子。不好，这些花包子有毒。原来金手指建议自己戴口罩是因为这个，不过自己虽然戴着口罩，但毕竟是简易的，防不住这些包子。老吴赶紧从背包当中拿出水，直接往脸上倒，将口罩浸湿，等水完全浸湿了口罩之后，那种眩晕感逐渐减轻，感受到意识逐渐清晰，老吴才稍微松了一口气。难怪金手指即使有危险，要是自己一个人被迷晕了，恐怕从此会醒不过来了。解除危险，老吴又砍了几棵树收进了背包当中，背包一下子变得沉甸甸的，真是个体力活啊，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轻松点的东西出现。接着他又开始在平原中探查起来，发现一个水潭里有一滩与众不同的水，浣花蜜水能够让人感到四肢无力，昏昏欲睡，药剂大可以让人昏迷，这不就是迷药吗？不可采集，你需要容器装它。老吴拿出刚才的水瓶，小心地装了一些，做完这些回报率已经显示为零，再无价值。老吴再没有犹豫，回到了车厢中。当老吴刚踏进车厢，连接两边的黑洞随即消失，列车再一次自动开启。清点这一次的收获，木墩30个，半瓶幻化蜜水。他的目光看向背包中的木桶，名称木墩，属性木桶，说明原材料。老吴看着这个介绍眉头微皱，升级列车所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木墩，而是木材啊，现在得到的木墩显然与木材的名字不符合，难道还需要加工？老吴点进了升级台，想看看怎么回事，果然他从升级台当中发现了一个功能，加工机。点了一下加工机，木桌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东西，主人请放入要加工的原材料。卧槽，还会说话，这么神奇的吗？主人请快点放进来，让我满足你。什么鬼，这加工机有点不对劲。老吴从背包中拿出了一个木墩，但是木墩比加工机还要大一圈，这怎么放？主人请快点，快点放进来。放放放，我的很大，你忍一下。木墩很大，比加工机的口子还要大上不少，但靠近那个口子的时候，木墩居然开始自动缩小，木墩不断被加工机吞进去，可没一会加工机就停止了工作，加工失败，身体要坏掉了，需要添加能源。怎么回事？难道第一次没经验吗？能源是什么东西？会不会是电、石油、煤炭？这些都是蕴含能量的东西。算了，先不管了。老吴打开区域聊天，想看看今天有什么热门话题。今天探索的时候差点就死了，好危险啊！我还没开始探索呢，别吓我。真的，这次的探索难度感觉比之前升高了好多，我也是大意之下栽了跟头，被一群蝙蝠差点咬死。你别说，昨晚上的阴影我还有呢，那怪物希望今晚不要出现，太恐怖了。聊天当中的话语，老吴得知探索难度增加了许多，
其他再无有用的东西。点进区域交易，市场暂时还是没有多大的变化，主流换取的物品还是食物和水之类的物品。没翻几页他便看到了一样东西，卖家蔡旭坤，贩卖煤炭十个，需求肉类两斤。这个应该可以作为能源，先买下这个煤炭试一下吧。可是对方要换两斤肉，这到哪里去找？老吴突然想到桌子下面的那条蛇，这东西金手指其实吃了会拉肚子，我一直不敢处理，刚好可以拿去换了。老吴将蛇肉的交易申请发送了过去，没过一会熟悉的播报声响起，交易成功，获取煤炭十个。老吴将一块煤炭放进到加工机里，没过一会加工机就开始工作了。没想到煤炭还真能用，不一会儿两根被加工好的木材弹了出来。木材经过加工之后的木头作用范围广泛，建筑构造缺一不可。总算是得到两根木材了，接下来要加工出一定量的木材再说。老吴看到加工机还能运作，就没有再放入煤炭，他担心等一会儿放多了会有点浪费，于是继续向里面放入木墩进行加工。在加工了5次之后，木材数量已经有了10根。好满足啊，我还要，请尽情的栽进来吧，不用担心身体会坏掉。在运转了5次后，放进去的煤炭也消耗殆尽。主人你太棒了，给我补充能源，我还能继续。老吴点了点头，看来一块煤炭最多只能加工5次。剩下的木墩老吴没有再进行加工，剩下7个煤炭和一些木墩以后可能有别的用处。刚才总共加工了15个木墩，得到了30根木材，现在升级列车的木材算是已经收集齐全，剩下就是铁钉20块还有铁钉100枚了。老吴打算再去交易市场碰一碰运气，好歹对铁块方面的价格心里也要有一个数。一圈下来，老吴的表情有些失望，里面对铁钉或者铁钉的消息一个没有，不过后面一个东西倒是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卖家肖黑子，贩卖开山斧的图纸，需求任意的武器一把，耐久度必须在 50% 以上。武器的图纸，这游戏居然还会出现图纸吗？列车求生第二天，老吴在交易所看到了一个开山斧图纸，虽然很想要，但苦于现在材料有限，只好作罢。可没过一会他又看见了一张武器的图纸，卖家还是同一个人。又是这个肖黑子，可我现在没有材料，算了算了算了。老吴继续向下面看去，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又有几张图纸的贩卖。桌子制作的图纸，椅子制作的图纸，这个肖黑子到底是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车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图纸？只可惜我没有足够的物资交换。老吴接着往下翻，其中一个图纸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卖家肖黑子，贩卖盆栽图纸，需求维持一天的食物或者是400毫升的水。盆栽图纸能够略微加速植物的生长，缩短周期。看到这里，老吴望向一旁的星辰之树，这星辰之树可是拥有最低 4900% 的回报率，正好可以利用盆栽图纸加速生长，对方只需要交换维持一天的食物或者是400毫升的水，而且自己现在水资源暂时不太缺。老吴没再犹豫，便将400毫升的水与对方递交了交易申请。交易成功，恭喜你获得盆栽图纸。盆栽图纸需要原材料木墩2个，木墩是有，但是要怎么制作呢？主人，你是不是把人家给忘了？人家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哦。听到这里，老吴恍然大悟，把盆栽图纸和两个木墩送到了加工机面前。果然，加工机把图纸和木墩都吞了进去。主人，图纸和材料都已具备，就让我来满足你吧。怎么，没动静了？是不是坏掉了？主人，能源不足，人家需要主人爱的鼓励。这特么，又没燃料了。说着，老吴给加工机添加了一块煤炭驱动，加工机开始运作起来。很快，一个漂亮的花盆被打造出来。主人，花盆已经制作完成。老吴抱着花盆，小心翼翼地将星辰之树移植进去。阳光下，叶片的翠绿之色比起之前更浓郁了不少。这黑铁宝箱倒是空了出来，该怎么处理呢？既然加工机可以加工，那是不是可以分解？当然可以，主人想干什么只要狠狠地命令我就行。不对劲，真的不对劲。老吴抱起黑铁宝箱送到加工机面前，和之前一样，宝箱开始变小，然后被吞了进去，但是加工机又没动静。主人的黑铁宝箱又黑又硬，人家快不行了，需要两块黑黑的煤炭补充体力。你的需求那么高的吗？那么点煤炭都要被你吸完了。主人你太棒了，人家好满足，人家好想把我的冰箱姐姐介绍给你。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干活。加工机开始运转，没一会便吐出了一堆东西。主人，分解黑铁宝箱成功，获得铁锭十个。老吴面色大喜，竟没想到自己的想法验证成功了。要知道一般的游戏可是不能带走宝箱的，这可是一个意外收获。加工机，如果之前木墩可以加工成木材，现在铁锭是不是可以加工成铁锭呢？是的呢，主人，你对我想要什么都可以。滚滚滚，你真的不对劲。说着
老吴将分解出的十个铁锭全扔了进去，在加工机的一顿操作下，总共加工出100颗铁锭，正好这时加入的煤炭也用完了。这样一来，木材有了，铁锭也齐了，就剩下30个铁锭需要搞定了。这要怎么解决呢？老吴灵光一闪，打开了聊天频道，果然和他想的一样，大部分的人都还不知道宝箱可以分解，甚至还有些人不知道加工的存在。毕竟这才第二天，大多数人全关注在一天所得物资的情况。老吴进入交易界面，挂上了一个交易，卖家老吴，贩卖100毫升水，一餐份的食物，需求空宝箱，备注任何宝箱都可以。随即回到聊天界面，吼了一嗓子，交易市场收购空宝箱了，有宝箱的玩家可以去进行兑换。大佬牛逼啊，拿这么珍贵的水和食物来交易，我探索了两个车厢了，毛都没有，我太难了。卧槽，我居然才知道宝箱原来还是可以搬走的，我特么只取了里面的东西。大佬，宝箱有什么用啊？为什么要收集宝箱？老吴早就知道会有人会问出这些问题，便把想好的话术回复过去。今天进入一个关卡，遇到了一些漂亮的花，想要种起来观赏，奈何没有容器。大佬，任性啊，这就开始享受生活了。老吴和这些玩家闲扯了半天，居然还没有人来交易，想必这些玩家还在观望当中，看来只能下一剂猛料。各位，我的食物和水也不多，大概只能换取5个宝箱，过后就没有了。这话刚一说出，诸多玩家开始蠢蠢欲动起来。最后老吴成功交易到了3个黑铁宝箱，2个木质宝箱。嘿嘿，3个黑铁宝箱代表着30块铁锭，分解之后列车终于可以迎来第一次升级了。接下来就是分解宝箱，3个黑铁宝箱分解得到铁锭30个，2个木箱子分解得到木材40块。老吴开始查看自己的物品清单，食物和水，煤炭4个，木墩13个，木材70个，铁锭30块，铁锭100根。食物和水整体来说还可以支撑自己5天左右的时间，现在就要开始升级列车了，想想都有点激动呢。主人真是太棒了。老吴打开升级台，系统传来播报声，升级材料已经齐全，是否升级列车？虚的，升级列车，升级程序已启动，请耐心等待。卧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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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升级完成了吗？怪我文化不高，只能用一个卧槽来形容，太屌了，作者这么用心，还不点赞关注吗？主人主人，快看我。你是加工机？是的呢，主人，我有身体了，以后可以帮主人做很多事情呢。666，打开列车信息。好的，主人。列车当前等级1级，评价简易，能够为玩家遮风避雨，提供基本的防御，耐久度100%。升级所需铁锭100块，木材100。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从耳边响起，恭喜玩家，由于您是全球第一个升级列车的人，奖励神秘礼包，请在信箱查收。还有升级奖励的吗？神秘礼包，全球第一个完成升级列车的玩家奖励，提取。桌面上凭空出现了5样东西，2个卷轴，1个黑不溜秋不知是什么的玩意儿，还有一个晶体，1把弓弩。奖励这么丰厚的吗？真不枉费我2天不到的时间就升级了列车。老吴把眼睛首先放在了卷轴之上，普通的治疗药剂配方图纸，效果可简单治疗玩家所受伤势，合成材料获得图纸即可吸得。普通的凝水器制作图纸，效果可将空气中的水分凝聚成水资源，合成材料获得图纸即可吸得。药剂不管在什么样的世界都是救命的必需品，更别说在这个充满未知与危险的世界了。真不错，凝水器的制作图纸，一旦制作出凝水器，以后就不用担心水资源不足了。这2个卷轴简直就是现阶段的神器。老吴二话不说将2个技能洗白，接着他的目光望向了那颗黑不溜秋的枝子。肉田，等级粗糙级，生命周期30天，效果吸收生物养分，生产肉类，介绍可通过生物尸体培养出肉类，1天的产量为1斤，不过肉的味道可能会不好吃。居然是肉，能够1天产出1斤肉，现阶段别说1斤肉了，就算是半斤肉都未必有玩家拿得出来。这才游戏第二天，肉可是稀缺品，这样一来自己的水和食物都已经不用担心了。再看向这把弓弩，弓弩整体倒是显得有点平平无奇。不对啊，这把弓弩没有弩箭，为啥没有弩箭只有弓弩？难道还要自己制造才行？精致弓弩，等级黑铁级，附魔5，可附魔1次，耐久100，崭新出厂，储箭20，0，介绍专业制造的黑铁弓弩，可在其中储存弩箭，可将其装在你手臂。卧槽，这黑铁级武器。老吴这才发现一个储箭匣出现在了桌面上，
里面刚好20支箭，把所有箭矢放入弓弩当中。老吴尝试了一下，发射弩箭，真不戳，速度看起来比子弹还要快。黑铁级的武器，杀伤力就更不用说了。有了这东西，自己的实力肯定是飞跃般的提升。老吴按耐住心中的喜悦，查看起最后一件奖励物品，那是一枚晶体。对于这件物品，老吴充满期待。前面的奖励作用都很大，这次应该也不例外。查看信息，名称：天赋晶体，等级：特殊，作用：学习后，玩家将随机获得一项天赋。天赋：随机，特殊级别：卧槽。查看回报值，学习后，玩家将随机获得一项天赋。天赋晶体，回报率3000%，风险5。建议已经是该物品的最大利益化，已经是最大回报率了吗？这波系统奖励，任何玩家接受到都会笑得合不拢嘴巴。使用天赋晶体，恭喜你习得天赋贤者之心。贤者之心唯一能够让你拥有贤者般的才能，能够让你迅速的掌握知识，让你无论做任何的事情都事半功倍。卧槽，迅速学会新知识，做任何的事情都事半功倍。6666，这天赋还是带唯一后缀的，不管是在任何游戏，只要是带唯一后缀的，那肯定都是极其强悍的存在。再加上3000%的回报值，简直离谱。主人太棒了，爱死你了。老吴想起另外的两张图纸，打开制作面板，查看起材料。普通的疗伤药需要红磷花1，清水100毫升，绿兽草2。现在除了清水外，其他什么都没有，得想想办法。普通的凝水器需要铁锭3，木材5，水之11。铁锭和木材都满足了，但水之石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把凝水器先做好，就不用担心水的来源了。缺少的材料，老吴便想去交易市场碰碰运气。在里面逛了一圈之后，没有任何的发现。看来现阶段还没有任何人获得水之石，或许有，但是没有拿出来交易。随后，老吴挂上了一个交易。对于疗伤药的原材料，用一天的食物兑换应该绰绰有余。在这种生存的世界，食物和水基本是一切生命活动的根源。那些玩家用不到的花草，肯定会拿来交换的。就在老吴思索的时候，系统传来了播报声。注意，前方出现车厢。老吴望向前方，发现眼前居然出现了两个车厢，一左一右的并排在轨道两旁。卧槽，这次是两个车厢。查看回报率，左边的车厢回报率 10%， 风险稍有风险，建议低回报较低的风险。右边车厢回报率 200%， 风险中度风险，建议还算可以的回报，建议选择这节车厢。回报率 200%， 风险虽然稍高，但现在的实力应该可以闯一闯。老吴决定选择右边的这节车厢。列车降低了车速，慢慢挨近了那节车厢。黑洞再次开启，老吴背好背包，装了一些食物，一手弓弩，一手拿着开山刀，便走了进去。这里是洞穴里吗？地面能看到一些动物的脚印、鸡爪状。洞内的空间没有多大，抬头只看得到石壁。仔细听，隐约能听到一些声音。老吴抬头望去，那边赫然出现了5只鸡，这些鸡又肥又大，隐约能看到鸡蛋。鸡还有蛋，又啊！老吴正慢慢接近那些鸡，突然一阵低吼让他止住了脚步。他没有忘记，这里是一个中度风险的车厢。又一声低吼从洞穴深处传来，一只狼渐渐走进了老吴的视野当中。这匹狼的走路姿势有点怪异，一瘸一拐的感觉。这是狼吗？这前腿看起来有点怪啊，难道是受伤了？狼在挨近老吴一段距离后果断了，老吴也很开心，拉开了一点距离，狼跳到了他的身后，落在了鸡窝当中。锋利的爪子转眼间就干掉了3只鸡，鸡身上的鲜血溢了出来，闻到血腥气息的狼凶性大发，一两口就将几只鸡吞掉了，随后又转头盯着老吴，发出阵阵低吼。卧槽，这一下子3只鸡就没有了，这家伙看起来异常凶悍，怪不得风险的评价会在这的，要是自己赤手空拳的话非得嗝屁了。正想着，野狼再次缓慢靠近老吴，似乎在找一个绝佳的下手机会。老吴隐隐戒备，绑在手臂上的弩箭随时准备发射，必须要等一个很好的时机，一击毙命。想要冒这个险，得卖一个破绽出去。老吴眼睛一转，没有去跟狼对视，此刻的眼神仿佛是在找一个躲藏的人。狼似乎看到了老吴已经分心了，下一刻就扑了。若是现在在空中，你是无法移动的。我说过要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吗？狼的头骨直接被洞穿，而利剑余威不减，钉在了一边的墙上，陷入了好几公分。老吴将带着血腥气息的狼推到了一边。恭喜你杀死了洞穴背，获得破碎的精魄一，已自动放入背包。背，难怪这么聪明，那些鸡应该是他圈养起来的。都说狼狈为奸，背在狼群中和狼王同等级地位，是军师般的存在，智商极高。老吴朝着更深处走去，
尽头处也有一个黑洞，尝试着进去，却发现这像是一堵墙挡住了去路，无法穿越。这是什么奇怪的黑洞？难道玩家过不去？单背好像就是从这里出来的，算了，可能只是一个刷怪点。老吴见过不去，便开始往回走。在一处小水潭当中，他发现了一个东西，水之石，形状奇异的石头，一种材料。卧槽，这么随便的吗？刚才还在瞅水之石，没想到这么快就得到了。老吴将水之石放入到了背包当中，搜索了一圈后没有别的发现，便将活下来的两只鸡提在手里，三颗蛋被释放进了背包，返回了列车。刚踏进车厢，黑洞随即消失，列车再一次启动，向前方驶去。老吴提取了凝水器图纸，现在他已经有了足够的材料将凝水器制作出来。老吴给加工机补充了一块煤炭，这也是他最后一块煤炭。主人，是否制作普通的凝水器？在加工机的一顿操作下，一个凝水器出现在桌面上。恭喜你制作出普通的凝水器，消耗铁锭三，木材五，水之石一。普通的凝水器每天可生成555毫升清水，可直接饮用。原来这是用水之石在顶上吸收空气中的湿气，再从下方的尖端过滤出来，大概需要一到两分钟能够凝聚一滴水。介绍说每天能生成555毫升的水，虽然少了点，但也够自己用。老吴又从背包中取出了钡。钡生活在洞穴里，长期食用不干净的水源，其肉剧毒，食用会严重腹泻或导致嗝屁。这也太可惜了，这么大的肉居然不能食用，丢掉的话又感觉有些不舍。对了，不是有个能生肉的肉田吗？老吴将肉田放到了背身上，刚一放上去便快速生长出根茎，很快就长成了小树苗，花苗的尖端还有几个小花苞。肉球未成熟，肉田结出的果实可食用肉类，味道一般。不得了，这样就转化成正常的肉了，如此一来自己的水和肉食都暂时不紧缺了。对了，杀死这辈的时候还获得了一颗珠子，不知道有什么用。残破的金魄可以用来附魔。老吴想到自己的弓弩写着可以附魔水，用这金魄进行附魔。精致弓弩等级黑铁级，附魔效果带有撕裂效果，对目标造成持续流血伤害。持续流血效果可太溜了，万一以后有怪物一箭射不死，慢慢流血也能把它耗死。老吴很满意这次装备的附魔，现在自己的战斗力又上了一大截。清点一下所有积蓄，现在共有13个木墩、35个木材、7铁锭、坤坤两只、坤蛋三个、开山刀、精致弓弩、幻花蜜水、食物和水，还有一周的分量，再加上加工机、星辰古树、肉田和凝水器，这是他所拥有的全部。清点完毕后，外面的天色逐渐黑了下来。半夜，列车外再度传来令人惊悚恐怖的声音，和上一次一样，红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老吴只敢头皮发麻，但也和上次一样，这些东西只跟了一会，很快便被列车甩开了。他们会跟随列车跑动，虽然没有攻击的意思，老吴总感觉不久后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如果真的和自己猜测的那样，看来还得加强列车的建设，这样才能让自己更有一种安全的感觉。老吴看了列车下一次升级所需要的东西，铁锭100块，木材100，自己现在13个木墩、35根木材、7铁锭，距离升级列车还有一大截。不过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兑换一些煤炭，不然加工机无法进行加工。先不想了，睡觉，明天再研究。第二天起来，黎明的光辉散入了窗户，将列车内的空间照亮，凝水器也凝聚了一些水量，但这点水量差不多只够老吴喝一口的。当看到肉田后，他开始兴奋起来。这两颗掉在地上的，这是成熟了。肉球已成熟，肉田结出的果实可食用肉类。嗯，真不错，就是不知道以后还会结多少肉。这是最后一个黑铁宝箱了，当时又和一个玩家换了一个，拿这个做个烤炉来烤肉再合适不过了。老吴劈开了一个木墩当柴火，放入了宝箱当中。但接下来，卧槽，我把最重要的事情忘了，没有火啊，难道我要钻木取火吗？这、嗯、主人，有我呢，看我的。啊，你有这功能怎么不早说呢？主人，你也没问我呀。好好好，我的错我的错。不一会儿，烤肉完成，一缕缕肉香飘散而出，当然没有调料，味道非常清淡，但老吴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别说熟食了，这些天连肉都没吃过。等等，现阶段拥有熟食的应该就只有自己了吧。想到这，老吴立马打开区域交易市场，输入发布信息，烤肉100克，交换木材、煤炭或者黑铁宝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结果消息刚发出去，自己的私信就炸了。大佬，怎么交易？需要多少？大佬，我的材料没这么多，能不能几种凑起来交换？老吴还是低估了这群玩家，肉类对他们的诱惑力恐怕是只增不减。其实之前的玩家都是进行生吃，对于钻木取火，恐怕也只有少数玩家才能做到。很快，老吴便交易出去了两份，用了200克的烤肉换到了10个单位的木材，外加煤炭若干。当老吴点进区域聊天时，
里面已然炸开了锅。天哪，土豪啊，我还在啃老本就已经有人吃烤肉了。特么的，这是烤肉啊，想想都能流一地口水。老吴他之前还购买宝箱来着，看来是一个大神啊。不会是野外生存的老手了吧，大佬求指教。此时更多的私信被接收进来，这也太多了吧，得挑选最好的会议水准来进行交易。就在这时候，有条私信吸引了老吴的目光。我用一个黑铁宝箱换你400克的烤肉，我知道黑铁宝箱可以分解成铁锭。果然这世界不缺聪明人，但是就凭一个黑铁宝箱就想要这么多的烤肉，那肯定不可能，400克换不了。要知道烤肉对现在的玩家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回过去之后，对方半天没有回复，经过再三考虑后，最终还是回到拿300克换。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将价格确定在了200克。至此自己手上的烤肉也换完了，自己吃了100克，交易出去400克。总的来说，一斤的分量还是利用的比较充分，自己不过消耗了3个木吨一斤肉。得到的这些东西老吴也是直接分解，黑铁宝箱分解后得到了10块铁锭。奇怪，今天怎么没有车厢，看来这车厢并不是每天都能遇到，不过要是几天都遇不到的话，那岂不是很多玩家因为食物和水不足导致死亡。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又忙碌了一天，睡觉明天再说。夜里列车外倒是没有再出现什么动静，老吴这一晚睡得很舒服。接下来的2天时间，老吴重复一样的动作，一大早从肉田收获肉球，烧烤之后进行贩卖。而这几天真的一节车厢都没有遇到，终于在之后的第3天，老吴攒够了升级列车所需的东西，现在已经拥有135根木材，铁锭107块。不过这几天越来越多的玩家知道了黑铁宝箱可以分解，接下来怕是越来越困难了，得探索一下新方法了。老吴看着列车，内心隐隐间有一些期待，不知道这一次升级会带来什么。升级材料已经满足，是否升级列车？老吴只觉得眼前一花，整个列车内部像是被刷新了一番。这次升级，列车外表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内部空间却足足大了一倍。看来这次升级只是空间变大了。主人，我感觉身体好奇怪。看来不只是车厢空间变大了，加工机也变大了呢。 QQ 弹弹真可爱。讨厌，主人坏死了。老吴点开列车信息查看起来，列车当前等级2级，评价普通，能够为玩家遮风避雨，提供较强的防御，耐久度 100%。 较强的防御，不错，防御总算提升上来了。恭喜你的列车已经升到2级，由于你是全球第一位将列车升到2级的玩家，将给你发放奖励。老吴迫不及待地点开奖励邮件，这次获得的东西感觉比较繁杂，奖励的是一些日用品的制作图纸，包括鱼竿、椅子、铁锅之类的。这些都差不多是家具，锅碗瓢盆基本都有，鱼竿对我来说现在也没什么作用。嘿，还有蔬菜种子，种子还挺多的，这样下来食物还会增加不少。最后一个是一张列车扩张图纸，列车扩张图纸等级稀有级升级图纸，所需物品铁锭100块，木材680根。列车居然还有扩张图纸，难道升级的空间扩张不是吗？老吴赶紧点开了升级台，发现果然没有下一级的升级详情，已经不能点击继续升级。显然2级应该是到头了，看来以后想升级列车必须得靠图纸。之前带回来2只鸡，最近下了2颗蛋，老吴没有将2颗蛋捡起来，想看看这鸡蛋能不能孵化成小鸡，到时候鸡生蛋，蛋生鸡，资源会真正的源源不断。就在这时，几天没有出现的提示声终于响起，前方发现车厢，是否停靠？终于来车厢了，查看回报。2连车厢，回报率1500%，风险中度风险，建议中度风险，超高回报，值得冒险一试。什么？2连车厢，居然是两个车厢连接在一起，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不过老吴看到1500%的回报率，便准备进入车厢。列车慢慢的靠近车厢的位置，黑洞再次出现，没有犹豫，老吴带上装备迈进了进口。这又是一个洞穴。进入特殊车厢，此为闯关车厢，请玩家尽快找到出去的路。随着时间的流逝，洞穴中某些残暴的存在可能会苏醒过来，请尽快寻找出口。特殊车厢，闯关车厢，我从黑洞回去不就行了吗？卧槽，不见了，就是说现在只能找到真正出去的路，
否则自己很可能被困死。无论是回报系统所提示的中风险，还是车厢已有的讯息提示，都表明这里有危险。老吴向前走了一段路，中途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存在，洞穴四周还是漆黑，景色也是千篇一律的石壁。一会儿后，面前总算出现了一些变化，两个洞穴也就是出现了分叉路口。查看回报值，左边的洞穴回报率零，风险无，建议无风险也无回报率。右边的洞穴回报率零，风险稍有风险，建议稳亏不赚的方法，不会有人愿意冒险。看来只是个岔路，只是一个有陷阱而已，当然选择无风险的。走进洞穴，环境依旧还是千篇一律的石壁。又经过了一段时间，前方出现了三个分叉洞口。好家伙，和自己猜测的一样，这车厢应该是迷宫。查看回报值，这次回报有了变化，左右两个洞穴的回报为零，而中间的洞穴回报值是 100%， 但是提示有低风险。低风险算个球，自然是选择 100% 的回报了。走着，在这个洞穴当中走了没多久，只觉前方的空间变大了。只见石壁上生长了一些不一样的草，查看了一下，大部分都是疗伤药需要的材料。回报就是这些草药了吧，自己的疗伤药水图纸终于够派上用场了。获得红灵花成二，获得绿兽草成一，获得绿兽草成二。老吴忙碌的采集，突然感觉到不远处的地面传来声响，一道模糊的身影钻了出来。卧槽，这么大一只老鼠。没等老吴反应过来，这只老鼠立马朝着老吴扑了过来。切，低风险的老鼠而已。就这，恭喜你获得破碎精魄一个，已经放入背包。杀掉这只巨型老鼠后，老吴再次警戒着四周，怕有什么东西再次出现。老吴确认了周边再无危险后，来到了巨鼠旁。建议巨鼠肉质产生了变异，不可食用，但却是一些生物的美味食物。不可食用，刚好带回去用肉天转化一下。老吴将其放进了背包当中，继续走了没多久，前面出现了一个宝箱，没有犹豫，老吴打开了，里面有五颗颜色各异的石头。恭喜你获得了火之石、金之石、土之石、木之石、水之石。这五颗石头全部都是属于材料，水之石我倒是知道，不知道其他石头是做什么用的，肯定也不简单。老吴将这些石头收进了背包中，他想着把宝箱也带走，但这个似乎比较特殊，不能带走，他只好放弃，继续往深处走去。没多久，前方出现的不再是洞穴，而是一个黑洞。出口？不对，车厢回报值还没拿完，查看回报值。回报率1000%，风险中度风险，建议可以进入，对方还未苏醒。刚进来的时候系统提示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恐怖的东西会苏醒，指的应该就是里面的东西了。所以这个黑洞并不是出口，而是通往第二节车厢的入口。老吴迈步穿过了黑洞，这是一处巨大的洞穴，洞穴内部有一些像是雕塑，但已经破败不堪。这怕不是什么古代遗迹吧，地面上的泥土竟然是肥沃湿润的，或许可以用来种植蔬菜。老吴在上面挖了一些土，再朝四周打量，依稀看到了几幅壁画，画中显示在这里一个部落的人供奉着一个神物。但是有一天，一个恐怖的怪物盯上了他们的神，那怪物吞噬了神，将整个部落摧毁殆尽，但是还有一些人活了下来，选择了搬迁，而这幅壁画就是他们搬迁的时候留下来的。原来这个世界也存在人类吗？这壁画的样子存在的时间应该已经非常久远，这回报率 1000% 的东西会不会就是神？一想起还有怪物的存在，老吴马上绷紧了神经，弩箭已经是上膛的状态，开山刀也在手上紧紧地握住。走了好一阵，老吴来到一处祭坛，祭坛上方一点蓝光显得格外刺眼，这肯定就是那个神物了。查看回报值，回报率 1000%， 风险无。得到结果，既然没有危险，老吴伸手直接抓了过去。恭喜获得职业转职晶石。什么职业转职？难道就是网游里的那种职业？正当老吴正想着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晶石，突然整个洞穴开始摇晃起来。卧槽，这什么鬼，这洞穴怕不是要塌了。老吴转身便往外回跑，而就在快要接近黑洞时，只听到后方传来一声巨大的吼声。回头看去，一只恐怖的无比庞大的怪物从地下钻了出来。定睛一看，这是一只体型巨大的老鼠。老吴心中一惊，这应该就是系统提醒的那只沉睡的怪物，之前在第一车厢斩杀的那只跟狗一样大的老鼠还只是杂鱼而已，这才是大家伙，真是捅了老鼠窝了。
肯定是我拿走了神木板的资金，看来是躲不过去了。太重刀竟然完全没有切入巨鼠的身体，好硬的皮根本就砍不进去。尝尝这个牛逼，这功夫真的假的？这代表功夫可以一战，来吧，让自己就是现在看你一样去死。恭喜你战胜一阶妖兽变异鼠王，获得一阶金魄一枚，已经放入背包。什么？竟然还有一阶怪物？到目前为止自己杀死的生物还真没等级。算了，先回去吧。哇麦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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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溜飘不溜飘，恐龙扛狼扛狼，恐龙扛狼扛狼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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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龙扛狼扛。列车求生第十一集。属性面板，老吴打开背包，清点这一次的收获：红灵花成6，绿兽草成14，金、木、水、火、土、灵石各一颗，变异巨鼠一只，变异鼠王一只，还有传说中的神物转职水晶。老吴想到这鼠王的皮这么坚硬，或许可以做一件衣服，于是将鼠皮扒了下来。开山刀都不能将它破防，只有附魔之后的武器才可贯穿，如果用它做成护甲，实力肯定会再度增强。就是不知道这个装备该怎么制作。老吴看向剩下的鼠肉，变异鼠王肉质鲜美，食用后能够缓慢地增加敏捷值，食用其心脏后可以提高感知能力，使五感更加的敏锐。看到介绍，老吴一愣，好家伙，居然是带有增加属性的肉类，这玩意要是天天吃还得了。折腾完鼠肉，终于可以研究一下职业转职晶石了。转职晶石，等级特殊道具，稀有物品，作用可以使符合条件的玩家进行职业转职。需求：力量达到15，敏捷达到15，精神达到30。果然和网游里面的转职一样，可以让玩家精通一项职业。老吴迫不及待地对着水晶念道：转职条件不符合。什么条件不符合？对了，转职需要前置条件是力量、敏捷和精神要达标才行。不过我怎么知道自己现在的属性是多少？这个念头刚升起的瞬间，系统便传来了公告。世界公告，有玩家触发条件，所有玩家的详细面板开放。这么巧的吗？不会就是我触发的吧？查看属性。姓名：雕老吴。状态：健康。天赋：贤者之心唯一。力量：13。敏捷：12。精神：29。注：普通人的上限皆为10。技能：无。后，这就是我的属性吗？没想到自己的精神都超过了常人。要转职的话，力量和敏捷还差了一些，不知道大家的属性是什么样的。老吴打开区域聊天，发现都在讨论是哪个牛人触发了条件，显示了我的详细属性面板。我天了，我的属性好低啊，力量8，敏捷8，精神6，这是让我走人的节奏吗？兄弟，我比你还难，我所有的属性都是7，那不是让我一边去吗？哈哈哈，看到你们这么低的属性，我就放心了。大家都在展示自己的具体属性，如果是真的话，大部分的人的属性都集中在七八九这个阶段，而自己的力量敏捷都在10以上，精神更是达到了29，比起他们来简直高的离谱。要说我与他们不同的唯一之处，就是自己多了一株星辰之树，或许是因为他现在距离转职条件，力量差2点，敏捷差3点，精神差1点。敏捷和精神好办，老吴用之前的烧烤架将一些肉和心脏丢上去烤，一颗心脏下肚，体内升起一股清凉之意，刹那间感官变得极其敏锐，连星辰之树轻轻的摇曳声都能轻微感知到。当他再次看自己的精神值，已然来到30。没想到只是增加了一点精神，仿佛达到了另一个世界，变化这么大。老吴继续干掉了鼠肉，敏捷度也从12转变到12.2，果然会增加。至于力量值该怎么办？难道是通过锻炼之类的吗？老吴取出几个木墩，开始进行了全身的力量训练，从中午一直练到了下午，体能也已经到达了极限。当他艰难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响动，突然已经力竭的身体凭空再次生出一股力量。嘻，这是突破极限了，果然力量从13变成了 13.3。 嘿嘿嘿，看来锻炼是可以增长力量的。时间来到夜晚，星辰小树沐浴在月华之中，枝叶摇曳，
周身遍布薄薄的雾气，这些薄雾触碰到老吴，竟顺着毛孔进入到体内。卧槽，现在的感官是不是太离谱了？连薄雾触碰到身体都能感觉得到。不对，老吴想到了什么，马上打开了属性面板，他发现自己的力量和敏捷各自都增加了 0.3。 果然和我猜的一样，属性之所以超过普通人那么多，正是这星辰小树的功劳。现在加的属性还不算太多，如果等到时候长成了大树，岂不是嘿嘿嘿，不敢想象。第二天，老吴感觉到浑身都充满了力道，完全没有因为昨天剧烈运动而产生的肌肉酸痛感。老吴迫不及待地烤起了肉，吃完后就是拼命的锻炼。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他白天都在循环着吃肉锻炼，到了晚上便吸收着星辰小树的雾气。他发现这薄雾还有能够治愈伤痛的作用，简直不要太离谱。这几天时间竟然也没有遇到一节车厢，夜晚也没有出现特殊的情况。如今的属性已经达到了精神 30.1， 力量 14.9， 凝结 14.7， 看这情况明天应该就可以学习转职了。交易完成。这几天老吴也在收购列车扩张升级所需要的东西，现在已有铁锭105，木材720，已经足够扩张了。这次收集比他想象的还要轻松许多。随着时间推移，市场上材料类的物品越来越多，卖的人多了，价格也就越来越便宜了。老吴几乎依靠肉田每天的产出就收集完成了所需的材料。那么今天就先升级车厢吧。车厢扩张材料已满足，开始升级。列车已经升级完毕，当前等级初级列车。什么？升级完毕？老吴看了看车厢，并没有任何变化，但在看向镜头时发现车厢上出现了一个黑洞。难道原来这是多了一节车厢，这样也来存放东西的空间就有了。查看列车，初级列车窗台升级，需要木材40，铁锭10，防御升级需要铁锭120，木材100，扩容升级需要木材200。好家伙，升级列车的部件都细分了。老吴将鸡和肉田、木墩、烧烤架都搬到了新车厢中，毕竟这些东西放在睡觉的车厢总有一股味道。在一番劳累之后，又到了晚上，老吴躺在床上很快睡去，当然也在睡眠中也继续吸收着星辰小树的物质。早上醒来，只感觉现在的自己精神格外的好，浑身充满劲道，这种感觉一定是突破了。查看属性，看到自己的三个属性已经达标，老吴忍不住兴奋起来，终于可以转职了。转职，只见水晶破碎开来，化为无数碎片飘散空中，之后汇聚在老吴的身上，最后消失不见。恭喜你转职成功，当前职业剑师。剑师，老吴打开了属性面板，此时在他的姓名下方多出了一项职业栏，检测到玩家拥有唯一天赋贤者之心，条件触发，天赋激活，职业发生改变，恭喜玩家获得剑咒术师职业。老吴在看自己的属性列表的时候，发现职业栏的剑师已经变成了剑咒术师。剑咒术师什么玩意，这职业有什么用，怎么一点说明也没有啊，难道是要开始修仙了？老吴拿起开山刀向前一个猛子，剑气果然没有一点卵用，不说剑气连一丝能量波动都没有感觉到。接下来老吴又换了一个方式，手向前一推，火球，等了大半天依然毛都没有出现。卧槽，忙活了这么多天转职转了个寂寞，这个职业到底有啥用啊？老吴现在的情况就像是一个有内力但是没有任何招式的人，尴尬无比，不过也不是一无所获。贤者之心的天赋由于转职被激活了，老吴将眼睛望向了星辰之树，只见查看的信息更加的详细了。在贤者之心没有激活的时候，等级和效果都没有显现出来，现在都已经看得到了，而且介绍的无比清楚，这唯一天赋简直牛逼啊。就在这时，一道提示声响起，前方将到达尼布斯湖，玩家是否要进行垂钓？垂钓，好几天没遇到车厢了，现在不管是啥都得去了。列车慢慢减速，最后完全停滞在了湖水的中央，黑洞再次出现，列车将停靠一个小时，湖里也不单单是只有鱼，请玩家仔细观察。老吴用之前升级奖励的鱼竿图纸先制作了一把鱼竿，当他刚踏过黑洞的时候，前方却犹如一道空气墙挡住了他。垂钓场景，只可将鱼竿伸出车厢外，玩家不可出去。卧槽，还有这种规则，看来现在只能坐在这缺口处了。十分钟后，突然感觉手里有一股轻微拉扯的力道，上钩了。老吴果断拉起鱼竿，这条鱼四指宽半斤的样子，其身体晶莹剔透，
连内脏的位置都能清晰可见。这个世界的鱼这么奇特的吗？查看。活鲸鱼肉质鲜嫩，肥美多汁，内脏可食用。简介：生活在尼布斯湖的鱼类，其鲜嫩的肉可以让体质得到改善。我拿出几个木墩，利用图纸做了三个木桶，再灌了些水，将鱼放在一个木桶里面，继续在鱼钩上挂好面包屑，再一次往水里甩出鱼竿。不久后又钓上两条，差不多都在一斤左右。此时时间还剩下15分钟左右，老吴对着湖面使用起了金手指，在左右查看了一番后，回报率面板显示了出来。回报率 150%， 风险5。建议从这个角度用最大的力道抛出去，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果然这里不只是钓鱼这么简单。老吴用最大的力量将鱼钩甩了出去，手微微用力，鱼钩果然像是勾住了什么东西。他手一提，一个银白色的宝箱被拽了上来。老吴没有马上去查看宝箱，因为他想到了另一件事。现在水资源这么缺，得抓紧时间先弄点水再说。最后几分钟，老吴将剩下的木桶接满了水。你的垂钓时间结束，列车将再次启动。列车缓缓开动，老吴意犹未尽地欣赏着这片湖面。而就在这时，一只庞然大物从水中钻了出来，仅仅一个头部恐怕就有十几米长。老吴从头猛地一挥，巨大生物身旁的水随着其钻出水面，泛起了巨大的浪花。这浪花像是形成了海浪一样，向着列车这边迅速袭来。好在列车已经启动，将怪物甩在了后面。这尼玛到底是什么？难道也是有等级的巨兽吗？总有一天我要弄清楚这世界的真相。老吴将木桶装的三条鱼放进了一个盆子里，打算先把这几条鱼喂养起来。接着查看了一下水桶里的水质。尼布斯湖湖水，大自然的产物，水质清凉，富含有利元素。注意，许多微型有害生物附着其中，建议煮沸饮用，直接饮用可能会轻微闹肚子。这几天锻炼下来可没有水来洗澡，身上这味道那叫一个地道。既然不能喝，那么老吴闻了闻身上的味道，便拿着三大桶水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洗完之后，他并没有将这些水倒掉，随后打开了区域交易市场，连桶带水挂了上去。老吴并没有隐瞒洗澡水，切换到区域聊天频道当中，发现大家已经在讨论他了。你们快看交易市场，有人在卖水，管够那种。兄弟别开玩笑了，现在多少人都在为水资源发愁了，你要是真看到，怕不是直接就买了，还来聊天里和我们说。那位兄弟是真的，我也看到了，我去，快点去抢购啊，晚了就可能没了。聊天频道骤然间陷入了平静，不过还没安静一会儿，又是一连串的轰炸。我人傻了，这水他妈的是洗澡水，这能喝？有就不错了，现在每个人的水资源都不够，别说洗澡水了，再过段时间怕是尿都要喝。对啊，人家还附赠木桶呢，一桶也够好几天的水量了。老吴牛逼啊，水都多到拿来洗澡了，好羡慕。老吴哥哥在不在？小妹没有资源，求包养。我59、58、60，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老吴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洗澡水居然有这么多人愿意高价购买，三大桶洗澡水被一扫而空。然而这个时候，几条不一样的信息出现在了聊天面板上。既然你的水多到可以洗澡，说明你手里还有非常多的水资源，为什么不分我们一点？对呀，大家不应该互帮互助吗？老吴简直是自私自利到了极致，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把多余的水资源拿出来分给我们。此话一出，也有一些人开始应和起来，认为能者多劳，能者就应该照顾弱者。特么的，这些人就是自己不想努力争取，就想搞道德绑架。对于这种信息，老吴只是笑了笑，送了他们几个字：我是你爹。就在这时，一条私信被接收进来。老吴大佬，我有一把武器图纸，你可以看看。老吴点开图纸查看，稀有的青铜级火刃刀图纸，详情：锻造所需，百段钢乘5，火之石乘1，效果：攻击附带灼烧效果。攻击附带灼烧效果，这可比开山刀牛逼多了。你需要什么？你这里有没有什么抗生素的药？没有，不过我有这个。这是老吴用上次所采集的红绿花草所制作的疗伤药。对方犹豫了一会回复了过来，给我换吧，我用图纸给你换两瓶。一瓶，这药不比抗生素好得多，啥伤都能治。你的只是图纸，不是食物，所有的材料都要去收集，百段钢也不知是什么东西，换就换，不换你找下一家。好，对方答应下来，很快交易完成。我还有东西，你要不要收？稀有的黑铁级青灵靴子制作图纸，详情：锻造所需，铁锭乘5，风之石乘1，一阶生物的皮，效果：增加移速，增强跳跃能力，让你身轻如燕。老吴看了看，
这东西挺不错。你需要什么？还是疗伤药？不行不行，我疗伤药也才几瓶，换别的。那我需要两升的水和五斤的食物。水可以，但是食物我也不够。不过有一样东西能让你满意，这可是有属性的肉，能增强自身的属性。想不到大神居然还拥有这种好东西，换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双方以两升水、一斤鼠王肉完成了交易。以后我有好东西要卖，第一个找大神你。没问题。此时老吴想起在水里钓上来的宝箱还没打开，他拿起第一样物品观察，稀有的青铜级寒冰弩图纸，详情：射击有效范围可达到40米，附带冰冻效果，打造需求冰之石乘一，百段钢乘四。这装备很不错，这样也来自己手上的弩箭也可以更新换代了。宝箱里还有6颗石头，这些都是属性晶石，除了之前的金木水火土之石，多了一个冰之石。最后一样东西是一张黑铁级巨马护栏图纸。黑铁级巨马护栏图纸，详情：巨马的尖刺由百段钢构成，有更强的防护效果，打造需求木材500，百段钢2，铁锭10。巨马护栏，这东西不就是在部队大门口摆着那个防冲卡的护栏吗？这种图纸对现在有什么作用？接下来就是开始打造，但是所需求的材料就难倒了它。这图纸都需要百段钢，这要怎么获得？老吴思考了一下，向铁锭使用了探查。铁锭，用途广泛的材料。注：5个铁锭可以合成一个百段钢，1个铁锭可以分解出10根铁钉。5个铁锭可以合成一个百段钢。铁锭和木材对现在的我来说完全不缺，那3桶洗澡水可是大赚了一把。不一会儿，足够数量的百段钢全部制作完成。老吴将火刃刀图纸、5块百段钢以及1块火之石进行了合成。一阵闪光之后，一把通体泛黄带有火焰符号的大刀打造出来，刀身上还散发出丝丝热气。老吴没有细看，继续打造着其他图纸。很快，一把寒气十足的弓弩被打造出来，弓弩散发的寒气将本来较为炎热的空间重新降回正常温度。这两把武器截然不同，一个极为炎热，另一个极为冰寒。火刃刀，等级青铜级，附魔，五指可附魔一次，耐久100。介绍：带有灼烧效果，能轻易撕开防御。寒冰弩，等级青铜级，附魔，五指可附魔一次，耐久100。介绍：有减速效果，概率将对方短暂冰冻。爽，减速和冰冻效果控管，火刀灼烧持续输出。闲来无事，老吴又点开了聊天频道。我不想待在这里了，老子受不了了。兄弟别激动，好好说，怎么了？我现在什么物资都没有了，什么东西都制作不出来，而且天天都只有一个人。我要毁掉这个该死的列车逃出去。许多闲聊的人被这名玩家给吸引过去。老吴也记得列车是有耐久度的，说明可以被毁掉。如果真的毁掉列车之后，去到外面会是怎么样？不过这个他有危险性吗？现在对于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真的危险异常，在里面至少还能保证安稳的活下去。好好活着，朋友，你看看外面的环境恐怕比起列车内还要恶劣。麻蛋，我是受不了了，你们等着，我先离开这里，等我出去之后就给你们说外面的情况。兄弟别冲动，看来这名玩家真的去过了，我们可以看看结果。没错，万一给我们找出一条出去的路就太好了。之后那名玩家就没有再回复了，老吴也跟着这些玩家开始等待那名玩家的下落，但是等了许久也没有任何进展。前方出现车厢，提示声响起，老吴朝着前方看去，这次只有一节车厢，看起来没有不同寻常的地方。查看回报值，回报率 100%， 风险中度风险，建议现在的你可以一战。看起来现在的我可以进去探索一番，只要小心对付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是一处荒野，四处杂草丛生，没有树木。就在老吴打量周边的环境时，一道吼声从背后传了出来，紧接着三只豹露着巨大的獠牙，一脸的凶神恶煞。这副样子让老吴心里一震，还没等老吴反应过来，他们便往自己这边冲了过来。不错，得先解决小的才行。恭喜你获得破碎金货2，已经放入背包。我操，来不及了，天哪！
恭喜你获得一阶精魄衣，已经放入背包。这事结束了，一家人也算是整整齐齐的。看来现在对付一阶生物已经不算是难事了。猎豹尸体，肉质劲道，使用后强身健体，皮毛用途广泛，可以防寒保暖。这些可都是好资源，特别是猎豹的皮毛。之后，老吴对车厢进行了一番搜索，除了收集到一些制作药物的红绿花草之外，在草丛当中还发现一个黑铁宝箱，获得了五个百段钢，还有一些黑铁级系统。看来随着车厢危险度的提升，材料等级都在慢慢的提升。回到车厢，老吴拿出稀土，黑铁级稀土可以使植物加快生长，缩短生长周期。老吴将稀土放在了星辰小树上，探查了一下星辰之树的状态，生长周期直接缩减几十天，这个稀土的作用还不错。老吴想起上次升级列车还送了许多植物种子，便将它们放在星辰小树旁栽种起来。蔬菜苗成熟后可食用，生长周期4天，受到未知能量影响，生长周期缩短一半。未知能量影响，生长周期缩短一半，不就是博物吗？哈哈哈，不愧是星辰小树，保底 4900% 回报，真是好东西。最后老吴将猎豹的皮肉进行分解，肉可以满足到它的口粮，至于皮毛暂时先放在一边，有需要的时候再用。背包中还有采集到的草药，可以制作2瓶疗伤药，加上以前的，现在一共7瓶。最后考虑到自己已有新的寒冰弓弩，以前的这把旧的就准备上架卖掉。这一上架，聊天频道又炸锅了。卧槽，尼玛，黑铁级弩箭，而且还是附魔了。干，我人裂开了，我们进入的是同一个世界，我他妈连普通的弩箭都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老吴牛逼啊。最后这把精致弓弩被一个叫英勇志的玩家以一个风之石和一个水之石交易走了。现在有了这个风之石，正好可以制作剩下的这件装备。没错，就是稀有的黑铁级青灵靴子制作图纸，铁钉5个，风之石1个，一阶变异鼠王的皮。动手动手。几秒钟后，一双全新的鞋子被制作出来，穿上之后，老吴发觉自己浑身轻盈，仿佛自己一蹦就能蹦出10几米高，一个加速就能冲出10米远，有着说不出的快乐。前方发现车厢，是否进入车厢？什么车厢？这还是第一次在晚上出现车厢。这个声音来得非常突兀，让老吴感觉很不对劲。老吴望着轨道上的车厢，习惯性的说了句：“查看回报值。”回报率0，风险5，建议没有浪费时间的必要。无风险无收益，这样的车厢有什么意义？虽然这么说，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老吴还是忍不住进去查探一番。但在踏进车厢的那一刻，眼前的画面让得他感觉到有一些奇怪。这车厢感觉有些莫名熟悉。操纵台，这他妈不就是玩家的列车吗？这不就是玩家的初始车厢吗？老吴看向车窗，窗台有一个大洞，明显这是人为破坏。列车的耐久还剩下 70%， 这个会是哪个玩家的列车呢？卧槽，难道是不久前说要破坏列车离开的那个玩家？他真的出去了吗？老吴凑近窗口的洞向外面看去，突然他仿佛石化一般，瞳孔猛然一缩，就在离车厢大概10米处的草地上，有一滩血迹，除了血迹外还有着人头，一个被啃噬的只剩下一半的头。外面的世界居然会如此危险，这个玩家还没跑出10米远就遇到了这种结果。打量了一下这个玩家的列车，老吴明白了这个玩家的窘境。车内一穷二白，东西全部都吃完，连列车都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升级，估计连桌子和床都当成木材拿去换食物了，所以这名玩家再也待不下去了，破坏列车逃了出去，结果还是没能活下来。老吴返回了自己的列车，点开聊天频道想说些什么，却看到大家正在讨论着那位玩家。那个想逃出列车的兄弟，你还在吗？情况怎么样了？车厢外到底可以生存不？在线等啊兄弟，这么久了都还没有消息，怎么回事？我怀疑那个兄弟可能已经怂了，没有逃出列车，所以不敢回复我们。还有一种可能，他死了。这一时间聊天频道变得寂静无声，老吴的心情有些沉重。逃离列车去到外面谋生这一条路根本行不通，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怪物有多么凶险，现在只有不断的提升自身实力才能应对以后未知的危险。老吴开始了他新一轮的锻炼，比上次的要求要严苛许多，要想在这种未知的生存世界活下去，必须一刻都不能松懈。一阵汗如雨下，感觉到力竭的身体，又是一道极为磅礴的力量涌现。看起来属性点又提升了，这是好事。1分钟后请玩家选择前进的轨道。
请慎重选择轨道方向，每一条轨道可能都会导致你前往不同的轨迹，请注意每一次轨道选择都可能会含有福利彩蛋。这不是第一天选择岔路的提示吗？又有分岔路口了吗？前方出现了两条轨道，列车正在缓缓靠近。查看回报值。回报率未知，风险低，风险建议左边的该轨道有一列特殊的车厢，建议选择左边的轨道。回报率未知，这种未知的情况是第一次见到。看着系统给的建议，老吴察觉到回报率系统好像也在进行自我升级。从一开始只提醒自己戴口罩，之后开始提示车厢里面的具体情况，到了现在直接提示后续会遇到特殊车厢，这都是以前所没有的。绝对没错，系统在升级。老吴采纳系统给的意见，选择了最左边的道路。进入左边的车道后没多久，系统便传来了播报，前方发现车厢。这么快？一节车厢出现在列车外面，老吴凑过去看了一眼，猛地瞳孔一瞪，这不是车厢，这是列车。足足有10节之长，这么大的列车到底是一个什么量级的存在？这或许就是回报系统所提示的特殊车厢。没想到这么快就遇到了。老吴定了定神，对列车查探了一阵。回报率未知，风险低，风险建议未知的车厢里面可能生存着某个中立种族。中立种族，难怪回报率是未知，人心最叵测，一句话一个动作可能都会导致回报率的变化。这到底是什么族群？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车厢？还好是低风险。老吴深吸了一口气，走进了黑洞。这里的环境出奇的广袤，一望无际，四周幽静无比。走了不多久，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大片药田，上面生长着各种草药，一簇接着一簇，空气中药香味弥漫。这很明显是经过有人特意的栽培，应该就是中立种族吧。经过探查后，发现这里的草药等级最低的是1阶，而最高的达到了3阶，比起自己做疗伤药的红花绿草，不知道高了几个档次。这我随便摘几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他刚一弯下身，突然听到背后传出一声枯叶被踩碎的声音。人类，你是人类，你怎么来到这里的？一个稍显稚嫩的声音传来，老吴回头看去，不知何时一个小女孩站在了自己的身后。你怎么来到这里的？女孩长着一张圆圆的脸蛋，看起来人畜无害。嘿嘿，我是路过的。突然他心里一紧，察觉到不对劲，这哪是什么普通的小女孩。仔细一看，小女孩脑袋上长了一对并不明显的小尖角，细看后背还有一对黑色的翅膀，身后还有一条细长的尾巴。探查。女妖族人，等级2阶，能力可以将目标石化1个小时。女妖族2阶，不会吧，这小女妖居然有2阶的实力。人类，点赞关注了吗？